立法院的这经济委员会今仔继续来审查这自由经济示范区的特别条例的这出案，对于第四条开始审。啊，不过这民进党这边的这委员是发言，即期讲即马伫审查医生时阵，也阁拄到食品安全的风波，是安那要来排这自经区的出案的。啊，第一电话有闹公民团体高庭抗议。立法院经济委员会首先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草案接受到八月份的临时会审查进度，由第四条开始逐条被审查。民进党立委丁基发言，即期讲即马是伫咧审查有剩的期间，而且如果拄到涉案风波，为什么要摆新自经区的条例草案？中华民国总统被称为地方的头头，中华民国的立法院还积极的。不管当前国人最重视的食安问题，要来排自经区条例，这是我们更加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因为乌心油引发着食安风波，昨夜立委也批评讲，自经区进口食品会当免申请签证或者是核准，等于是和私立水果店破功，恐惊会和乌心食品得来。光是一个油，我们都管不好了，那这个食品的东西，千百万项，所以这个农产加工这一块，我想诸位你好好深思一下。食安的风暴的冲击，它其实对我们不仅是食品，也是让对我们整个国家形象都打击非常大。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机会，从这个上面的农产加工出发，重新建立我们台湾的形象。除了立委强烈的质疑，国发会主委关中敏在电话邀公民团体抗议讲，因为阻止自经区条例过关。鲨鱼返乡有优惠。因为调解队伍自经区的意见无同，搁再加上作案的条文有70多条，若是要完成初审是遥遥无期。记者综合报道。